两块钱呢。走错屋了吧？啊？走错屋了吧？是吗？那？啊？我走你家的了。你家的那个对联摘下来都差了，以为走错了呢。啥呀？不让摘的了。对联？谁摘的了？你家门有对联吗？有啊。没了吗？哎呀妈！早就薅了，薅了好几天了。谁薅的？就我薅的呗。那怎么败类呢？快到新年了，你还能贴明去年的吗？那得贴到年根儿啊。什么年根儿？我那天突然间发现这门上那两个玩意儿没了，都他拽去的吧？这不那玩意儿接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那啥说的？那俺们咋我贴了年半就要大风刮跑了？什么说？大风刮跑了，这是接他啥呀？铁丝儿，铁丝儿，花的。你又整了啊？眼睛不行了，找这个窟窿得找半天。你这跟谁学的呀？该那个网上学的。怎么四个完了能组成一个？大侄儿，老，你天天在家就这么消磨时间呢？嗯，看过电视就打瞌睡。完了，这捏的气泡。这要是天暖和了哈，你说领他上哪玩？现在天冷，不知道上哪儿去。哎，哪天咱看电影去，老啊？嗯，让那个谁李志明或大成他开车送咱们去，赶他休息，咱不敢晚上去，就像周六周日啥时候去？啥好电影啊？长津湖你们都看过了。我小妹知道啥电影好看，到时候咱们去看。哎，不想给你浇，不知道浇啥水。你就浇这桶里的水呗，天天我就困这个水就浇花了。你瞅瞅我妈家这大客厅哈，一半全是花给占上了。咋的？现吃葱现薅，你家有啊？俺们家不吃葱花，你就这么说吧。我就天天整这些玩意儿，你说给我蒸多少锅吧，天天。没事摘干巴叶子，浇水，擦。现在干巴叶掉这里头，掉顶在顶上行，那么老简单。就那里还保持水分。你看浇一回就得这一桶水。我爸脾气也够好的了，只要搞我，全给你扔外边。吹呢。哪天跟我老串通一下，白天给你掐点花啥的，祸害祸害。祸害我这些玩意儿就盯着祸害我命一样。这花你没事瞅瞅不好看吗？不养眼吗？梦琪也养花，你也养花。嗯、梦琪现在没啥玩意儿，都开一个来月了。这玩意儿这屋里头你养点花养点草的，瞅瞅多好。一天整个干巴的，空气好啊。就是啊。这个老刚来的时候你可不这么说的呀。刚来的时候你说这花你看都摆这嘎子，然后你说我爸跟你说的，说你天要整死两个盆儿。老完你现在说好了。这花其实阳光见的少就不行，去年这骨头都一团一团的，今年这阳光见的少，你看这就兴崩的，你看还得见阳光，这玩意主要得靠阳光靠晒。阳光不足，它就是不行。你这么的，等你退休了哈，你就上那花市去摆摊去，卖花去。自己盖花轿，自己盖花轿就整花，完了卖花。到时候，这事儿我得找大成呢。大成许过愿，他说得等我退休给我整个花轿。行，那视频为证，嗯、到时候给你留着。回家问问大成，他跟没跟我说过这个话？我知道这事儿，我也记得。我到时候退休我就找他。我养的这个不好看吗？你看，嗯，啊，好看。现在就是少，多了就好看。再一个，这个杆应该是绿的，他给我的这杆是粉的，这个好看吧？我跟你拧一盆啊。我不要。要吧。我不要，不得意这些玩意儿。